先站在中间，然后如果谁对我有问题，可以随便问，没关系。你胆子这么大吗？随便问，越狠越好。来，各位观众们，跑动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。好啊，有问题。军哥有问题。啊，你贪过几个男朋友？你贪过几个男朋友？别这样。越狠越来嘛，是不是？他说的，你看他这哆嗦他。这个环节是把主持人搞走的。好了好了，就这样了，我不是主角，来那个我们换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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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耀庆哥来请，有请。好嘞好嘞好嘞。好，来继续。我来问我来问。好，杨洋。您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最喜欢谁？万茜。他眼里没有你的存在。我人都在这儿呢，我人，我人都在这儿呢。你还没被淘汰啊？我没有。哦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对不起，你再问，哦，我再问一次，乘风破浪的姐姐，你最喜欢谁？万茜，万茜。问的差不多了，我可以指定下一个。可以点他们队队长吗？好，好吧，杨洋，来来来来，友好点，友好点。啊，问题。停。你今年多大？交过女朋友没有？我今年28。啊啊，交过几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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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应该是问黄明昊的吧？好的，大家辛苦了。